夕阳点的彩色，第一当发明白，二年高举变动天山走路，一开光回自己，都一见金银财怀有谁话，楼台水花彩愿去不得高火，见金昂一汤花下不春春里走阴就不见结了，年度九七一七自动人三共培一剑剑九片共天九片年北九八一九一九当有年九元四运四年九元当特度年九行台光明鬼华当四高僧北九八一天书篇当有年九元台四四九四九台光四九北元子年高僧北九八一分秋度台北美鬼台火阴木走高九天光九带头阴木人在台光高僧北九八一台鬼天九天台火台光年九九九九当年追求谁替天把狼人在走一花沙高僧北九八一一刀身月得台光西方台火雷四年丢去不计三年刀年元元黑刀金举地以地之身为痛在台光纪念丢酒的烟阳高僧北九八一台二春月得三地台火台光纪念丢去尊名高酒北明北北北南波边光你地之在台光北共去我本身北九八一分正花九元来火台光年丢去高九当地下人在台光高僧北九八一我们间月得台光西方台火雷四黑高九天台光四年九去阿天高九一地四七台光北下百天仙高僧北九八一台火月得台光西方台火台光四年九去去九现在配贼下的台光高僧北九八一苏正天台光苏给鬼之秘让红方给鬼的东九行地高僧北九八一不见配多不自在高僧北九八一一当落当北文化在火耶路自黑火黑走高九台光天台北天高僧北九八一一落当二七元归元月贼元子年走年元二九玉海光月贼雷剑高僧
97年第14场1月19日阿布扬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介绍日治时期教育史料微本繁集文书4045教室 OK。第15场2月23日许佩贤国立新竹教育大学直营的台湾的近代学校4045教室 OK。第16场3月8日黄俊明中原大学有写真史料看日治台湾的殖民的经营4045教室 OK。 第17场3月15日张素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史志文献的三层结构谈地方文献的搜集与利用4045教室 OK。第18场4月12日陈国栋中央研究院在台湾看到17世纪的荷兰4045教室 OK。 第19场5月17日陈文德中央研究院原住民族与当代台湾社会4045教室 OK。第20场5月31日周婉瑶国立台湾大学海洋之子郑成功4045教室 OK。第21场6月14日刘克襄自由撰稿人19世纪的台湾自然志4045教室 OK。 第22场7月5日姚村雄国立高雄师范大学从百年来的海报发展看台湾的设计风格4045教室 OK。第23场7月26日林峰雄国立台北大学台湾民间戏曲发展与规律4045教室 OK。 第24场8月23日林品章国立台湾科技大学日治时期设计相关活动4045教室 OK。第25场9月27日王太生国立台湾大学从台湾法的多元性谈日治时期与近代司法的初次相遇4045教室 OK。 第26场10月4日刘世勇中央研究院日治时期台湾现代医学的起源与特征4045教室 OK。第27场11月29日许雪姬中央研究院图像中所见日治时期的台中州4045教室 OK。 第28场12月13日林慧成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台湾河西城堡漫谈4045教室 OK。98年第29场1月10日林茂贤国立台中教育大学台湾语文学系专任副教授台湾的岁时节令4045教室 OK。 第30场2月14日傅朝清国立成功大学建筑系教授台湾建筑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国际会议厅 OK。第31场3月14日叶龙燕曾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州技术学院客座教授追求梦想台湾观光事业的新奇乐学士 OK。 第32场4月11日黄美娥国立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教授日治时代台湾通俗小说国际会议厅 OK。 第33场5月9日林文宝国立台东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台湾儿童文学的历史与记忆乐学士 OK。第34场6月13日吕少礼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龚怡俗译近百年来台湾社会生活作息的变迁简报是 OK。 第35场7月11日柯志明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米堂香客日治台湾的米堂殖民体制4045教室 OK。第36场8月15日林妈利马协纪念医院书写医学研究室人类学组主任台湾族群基因的研究4045教室 OK。 第37场9月12日范燕秋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史研究所副教授台湾近代公共卫生的发展当殖民者遇到传染病4045教室 OK。第38场10月17日林美容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教授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兼任研究员台湾的神明信仰4045教室 OK。
第39场11月14日彰彦县长荣大学台湾研究所教授时代变迁中的台湾人物4045教室 OK。第40场12月12日薛化元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所长战后台湾政治改革的历史考察4045教室 OK。99年第41场1月9日杨南郡文史工作者南岛文化工作室负责人台湾学术探险乐学士 OK。第42场2月6日魏德文南天书局创办人从西方地图解码台湾历史4045教室 OK。第43场3月13日吴荣盛国立台北艺术大学传统音乐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台湾传统音乐之美4045教室 OK。第44场4月10日康培德国立东华大学乡土文化学系教授洪毛人台湾原住民的历史经验与记忆4045教室 OK。第45场5月8日凌晨荣淡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台湾近代文明文化的源流谈日治时期台湾的社会文化4045教室 OK。巡回场5月22日许雪姬中研院台史所所长日记与台湾史研究4045教室 OK。第46场6月12日洪志文师范大学的理学系助理教授布审的航空母舰二战时期的台湾飞行场4045教室 OK。第47场7月10日夏黎明国立台东大学区域研究所教授放逐孤岛的他者蓝雨农场管训队4045教室 OK。第48场8月21日吴明勇淡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殖民者的盆栽台湾近代山林的枕边与爱林文化的形成4045教室 OK。第49场9月11日王英芬国立台湾大学音乐学研究所所长做出台湾为日治时期古伦美雅唱片4045教室 OK。第50场10月9日黄黄雄监察委员台湾先觉者的精神遗产4045教室 OK。第51场11月13日林书慧国立师范大学台湾文化及语言文学研究所副教授慧眼看世界林献堂环球游记的跨界意象4045教室 OK。第52场12月11日黄富三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员八仙过海显神通清代台湾诗事访家与雾峰名家之比较4045教室 OK。一念念念，天五上创；一念得念，千古念；众念以太数，数念九念。南无地藏为心头太，念见心明的三瓦地，一一文法念通。四念四五九十，天五四创，念念日念念，六分，骨力太大，说太好，日我黑教修，太念，说个求力，太二点压。四念四五九十，天五五创，
上捏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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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四念四五九十天五流畅四念六念数命众念以太数数复念九念南奉进汉求念七四气太众读复别南进进策四念四五九十天五切创五念日四念庆吐骨力动发胎和力数黑腹高修白天日日五甲南胎静四念四五九十天五白创流念日日念了静腹骨力中印胎和胎文和数高修一用叠文和行念以胎庆四念四五高学天五九创切念九念昌吉论骨力尽七胎和共个黑高修共个异胎杀灰变浅浅两异年七细气四念四五高十天流念创白念也三念嗯念众念以太数数出离念九念五念念从松太也九也五也九四五四念四五到十天流也创九念也念念总量七前未太和太文和主了观念以观众舍前慢以喜下太喜念喜五高学天流逆创也念捏得捏铺种性可气未变阿弥散达尼勒阿弥散尼地抓依处堂四念四五高学天流三创也也捏也捏捏那非天动南可及太和共数太七兔也把念即一点唱法点数四念四五高学七流四创也捏捏也念捏六七孔众念以杀非可喝数念九念漂流以漂流以流前推太任爱的外国店苏天四念四五高学一念一念天流五创一念切念嗯灭残骨力性共太和力数和黑高修太文言之即以尽力
四点四五到十，天流流畅，日日日日日，昨日骨日太得气日到腰太好，日数日天日好气复到修，天人得铁八。日历数数历中的七天日数，四点四五到十，天流七创，三月日冷日，清脆冷，骨日子七太好太，数年九数到修太，叠作半。年七日来得做日念书，日做日念通，四点四五到十，天流得畅，四月日四月，壮些壮，骨日太得到腰太好，说日错。天蛇的好气到修太痛念把念痛完，就是蛇气欠就念是五到十，天流九创五念日念念长尽信骨力动红太好，力数年久数到修，调杂菜又发念，年七太秋管调杂的念为一叠个，四念四五到十，天七念创，流念九念。那水面骨力心共太好，力数气太本好气甲偏到修来不得得铁吧，改邪邪九三邪念南骨外个四念四五到邪天邪邪创前年也四年小水骨力心共太好，力数好气到修强，说中心之音天变风格念时态，困胎调所现望土地，四念四五到十，天七念创，八念日日念，正好念，天日五改，念念日日骨甲稳，上个听，说甲第一，骨力四方太好，人我体强忍到修太各我说的烟空一见四念四五到十，天七三创九捏的捏用吹骨力动法太好，法稳稳好气复到修，念见用慧稳好一下，四念四五到十，天七四创日念念日三念复到骨力太太好念来好气复到修，土罗调杂日日满八彩积太念出好地条中，四念四五到十，天七五创
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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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开好念本沙灰好黑而出困而本白念旧四公初教修改二十年推三十年推开农民民通四年四五教学提前流畅日日日日日各通气新白气文言主顺未变威未变古气土中的恶太德四年四五教学日年日年提前前创日年日年年六岁中东方年九年海数年九数天平年九变东方年九年数太宽天数年九四年四五到十七七八创你你你你你你你东方你你你你你太七你来你你三你你中你七你四你四五你十第七九场三月九日师兼福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从夏德到夏德台湾的客人称为和客人认同四零四五教室第八零场四月一三日陈万益国立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荣誉退休教授从赖和到叶石涛日本时代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开述四零四五教室第八一场五月一一日杨丽竹国立台北科技大学文化事业发展学系副教授从四月望雨到军国曲调一九三零年代的台语流行歌坛四零四五教室第八二场六月八日李小峰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台湾文化研究所教授台湾革命争
正风法师林秋雨4045教室第83场7月13日谢士渊台湾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台湾棒球史上的佳人4045教室第84场8月10日曹正胜中中央研究院院士长荣大学台湾研究所讲座教授台湾历史图像的表层和内里4045教室第85场9月14日何义伦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台湾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长在日台湾人处境的回顾与前瞻4045教室第86场10月19日陈利普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助理教授近代台湾的政治运动4045教室第87场11月9日吴正宪国立中兴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日治时期台湾年历发展4045教室第88场12月14日张龙之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学士班副教授兼主任复眼看台湾从19世纪的几本台湾岛史谈起4045教室
95、2006 AD 総医科ゲオと人材バイーク計画配分6オール医科低科ゲオとあんだ。あかんかまと教え学科ゲ編。0415林アタスク文化総医業発定与アアンダーライン2。0401ロヨ昇電ハリ理論。0415陳清川ぐらい技術発定数性アンダーライン3。0415陳清川ぐらい技術発定数性アンダーライン3。0415陳清川ぐらい技術発定数性アンダーライン4。0401ロヨ昇電ハリ理論。0325ユー・ヒデオ・デン・ハリ・ホーキ・アンダーライン2。0513林・スズ・ヒカル・ダイヤ・カゲオト・ヒン・アー・ガイロー・アンダーライン1。0513林・スズ・ヒカル・ダイヤ・カゲオト・ヒン・アー・ガイロー・アンダーライン1。0429林本光大デンハリユダイアシャスアーセイアンダーライン1。0429林本光大デンハリユダイアシャスアーセイアンダーライン2。0429林本光大デンハリユダイアシャスアーセイアンダーライン2。0429林本光大デンハリユダイアシャスアーセイアンダーライン3。0429林本光大デンハリユダイアシャスアーセイアンダーライン4。0513林鈴光ダイヤ影音ヒンアーガイローアンダーライン1。0513超めぐみビアぐらいかこれ鍵ひらきりょうた少々消きアンダーライン2。0513チンサルアオコウヒロシ集団マトコジアンダーライン3。0513チンアーぐらいやすべまと新舞台アンダーライン4。0513チンアーグライアースベマト新舞台アンダーライン5。0513チンアーグライアースベマト新舞台アンダーライン5。0610ジョーアバイアー環境タスク賞与ヒロシハリデンダイマトデイアンダーライン1。0610国史無線電子画界アンダーライン2。0610ハリジョリン歌人モーロヒロシハリ発展数星アンダーラインアー音楽バイアーマト数星担当アンダーライン3。0610エビス元光る混流ダイヤ電子業マト新天板配布が高広し集団マト成立団期アンダーライン4。0603林イクアー仏小学インフ教えマトコアンアンダーライン1。0603大井コア騎士電子節目製作現供与発展数性アンダーライン2。0603大井コア騎士電子節目製作現供与発展数性アンダーライン2。0610エビス元光る混流ダイヤ電子業マト新天板配布が高広し集団マト成立団期アンダーライン4。0610エビス元光る混流ダイヤ電子業マト新天板配布が高広し集団マト成立団期アンダーライン4。0610エビス元光る混流ダイヤ電子業マト新天板配布が高広し集団マト成立団期アンダーライン4。
0603林クア仏小学院府教えまとこアンアンダーライン1通识影音教学资料0304郑文灿王念慈通识华视开训典礼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304郑文灿王念慈数位电视发展社会媒介人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325谢晋南数位媒体汇流发展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325尤英夫传播法规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401卢世祥传播理论观看影片0401梁朝云数位影视节目制作观看影片0415林奎佑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经营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415林奎佑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经营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415陈清和数位技术发展趋势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415陈清和数位技术发展趋势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429林元辉大众传播与台湾社会变迁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429林元辉大众传播与台湾社会变迁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429林元辉大众传播与台湾社会变迁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429林元辉大众传播与台湾社会变迁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513林七辉台湾影音产品销售概论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513张惠美数位化制药开启了多少商机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513陈深清公广集团的故事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513陈其数位艺术的新舞台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513陈其数位艺术的新舞台 underscore 五观看影片0610赖敬贤媒体环境介绍与广播电台的定位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610黄国师无线电视瓦解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
0610梁旭伦华人网路广播发展趋势 underscore 声音娱乐媒体的趋势探讨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610胡元辉建立台湾电视产业的新典范，从公广集团的成立谈起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6030与会哈佛商学院不交的个案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603汪威将两岸电视节目制作现况与发展趋势 underscore 二电影影音教学资料。0407卢飞翼剧本改编运用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407卢飞翼剧本改编运用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512李天铎数位影音多媒体平台应用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512李天铎数位影音多媒体平台应用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512李天铎数位影音多媒体平台应用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519余刊评电影产业发展趋势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519余刊评电影产业发展趋势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519余刊评电影产业发展趋势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505余刊评数位影音多媒体平台应用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505余刊评数位影音多媒体平台应用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505余刊评数位影音多媒体平台应用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428度赌之数位电影音效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428度赌之数位电影音效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428度赌之数位电影音效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421王小弟导演学概论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421王小弟导演学概论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421王小弟导演学概论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414雷惊虫数位电影特效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414雷惊虫数位电影特效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331流利型电影类型与风格观看影片。业务影音教学资料。0323张振芬电视产业公关策略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323张振芬电视产业公关策略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323张振芬电视产业公关策略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323张振芬电视产业公关策略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323张振芬电视产业公关策略 underscore 五观看影片。0323张振芬电视产业公关策略 underscore 六观看影片。0323张振芬电视产业公关策略 underscore 七观看影片。0330庄博仲网路行销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330庄博仲网路行销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330庄博仲网路行销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330庄博仲网路行销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330庄博仲网路行销 underscore 五观看影片。
0330庄伯仲网路行销 _ 6观看影片。0330庄伯仲网路行销 _ 7观看影片。0316黄博士数位广告的企划 _1 观看影片。0316黄博士数位广告的企划 _2 观看影片。0316黄博士数位广告的企划 _3 观看影片。0316黄博士数位广告的企划 _4 观看影片。0316黄博士数位广告的企划 _5 观看影片。0316黄博士数位广告的企划 _6 观看影片。0316黄博士数位广告的企划 _7 观看影片。0413胡汉新电视广告赏析一 _1 观看影片。0413胡汉新电视广告赏析一 _2 观看影片。0413胡汉新电视广告赏析一 _3 观看影片。0413胡汉新电视广告赏析一 _4 观看影片。0413胡汉新电视广告赏析一 _5 观看影片。0413胡汉新电视广告赏析一 _6 观看影片。0413胡汉新电视广告赏析一 _7 观看影片。0413胡汉新电视广告赏析一 _8 观看影片。0420黄博士后电视广告时代 _1 观看影片。0420黄博士后电视广告时代 _2 观看影片。0420黄博士后电视广告时代 _3 观看影片。0420黄博士后电视广告时代 _4 观看影片。0427郑自龙数位电视广告管理 _1 观看影片。0427郑自龙数位电视广告管理 _2 观看影片。0427郑自龙数位电视广告管理 _3 观看影片。0406何宗贤业务开发 _1 观看影片。0406何宗贤业务开发 _2 观看影片。0406何宗贤业务开发 _3 观看影片。0406何宗贤业务开发 _4 观看影片。0406何宗贤业务开发 _5 观看影片。0406何宗贤业务开发 _6 观看影片。0406何宗贤业务开发 _7 观看影片。0511朱一章数位时代收视率调查 _1 观看影片。0511朱一章数位时代收视率调查 _2 观看影片。0511朱一章数位时代收视率调查 _3 观看影片。0511朱一章数位时代收视率调查 _4 观看影片。0511朱一章数位时代收视率调查 _5 观看影片。0511朱一章数位时代收视率调查 _6 观看影片。05187许仙广告效果测量 _1 观看影片。
05187许仙广告效果测量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5187许仙广告效果测量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5187许仙广告效果测量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5187许仙广告效果测量 Underscore 五观看影片。05187许仙广告效果测量 Underscore 六观看影片。0525胡汉新数位电视发展的现况与未来观看影片。0601张惠美数位影音的互动与内容管理观看影片。0608黄文博电视广告赏析二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608黄文博电视广告赏析二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节目影音教学资料。0315许安琪节目创意与企划一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315许安琪节目创意与企划一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315许安琪节目创意与企划一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315许安琪节目创意与企划一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315许安琪节目创意与企划一 Underscore 五观看影片。0315许安琪节目创意与企划一 Underscore 六观看影片。0315许安琪节目创意与企划一 Underscore 七观看影片。0322许永德创意产业的新管理模式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322许永德创意产业的新管理模式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322许永德创意产业的新管理模式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322许永德创意产业的新管理模式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322许永德创意产业的新管理模式 Underscore 五观看影片。0322许永德创意产业的新管理模式 Underscore 六观看影片。0322许永德创意产业的新管理模式 Underscore 七观看影片。0322许永德创意产业的新管理模式 Underscore 八观看影片。0329零重量族群频道的节目制作与管道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329零重量族群频道的节目制作与管道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329零重量族群频道的节目制作与管道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329零重量族群频道的节目制作与管道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329零重量族群频道的节目制作与管道 Underscore 五观看影片。0329零重量族群频道的节目制作与管道 Underscore 六观看影片。0329零重量族群频道的节目制作与管道 Underscore 七观看影片。0412萧邦奇儿少频道经营与管道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412萧邦奇儿少频道经营与管道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412萧邦奇儿少频道经营与管道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412萧邦奇儿少频道经营与管道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
0412萧芳琪儿少频道经营与管道 underscore 五观看影片。0412萧芳琪儿少频道经营与管道 underscore 六观看影片。0412萧芳琪儿少频道经营与管道 underscore 七观看影片。0419萧龙琪海外国际频道经营与管道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419萧龙琪海外国际频道经营与管道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419萧龙琪海外国际频道经营与管道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419萧龙琪海外国际频道经营与管道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419萧龙琪海外国际频道经营与管道 underscore 五观看影片。0419萧龙琪海外国际频道经营与管道 underscore 六观看影片。0419萧龙琪海外国际频道经营与管道 underscore 七观看影片。0426蔡念中节目创意与企划二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426蔡念中节目创意与企划二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426蔡念中节目创意与企划二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426蔡念中节目创意与企划二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426蔡念中节目创意与企划二 underscore 五观看影片。0426蔡念中节目创意与企划二 underscore 六观看影片。0510十家乡行动电视节目制作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510十家乡行动电视节目制作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510十家乡行动电视节目制作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510十家乡行动电视节目制作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510十家乡行动电视节目制作 underscore 五观看影片。0510十家乡行动电视节目制作 underscore 六观看影片。0607黄国师数位电视节目规划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607黄国师数位电视节目规划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607黄国师数位电视节目规划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607黄国师数位电视节目规划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524郑东新华语频道在海外市场的营运与发展兼谈宏观电视之展望观看影片。0607黄国昌境内外语频道经营与管道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607黄国昌境内外语频道经营与管道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607黄国昌境内外语频道经营与管道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614李荣林数位影音内容的生产储值与价值运用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614李荣林数位影音内容的生产储值与价值运用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621姚仁禄跨国联播数位节目制作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621姚仁禄跨国联播数位节目制作 underscore 二工程影音教学资料。
0328和建民权数位化制播环境的建构观看影片。0403许超于 DVB-H 传输技术探讨观看影片。0425关正鹏数位电视之 CA 与 DRM 系统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425关正鹏数位电视之 CA 与 DRM 系统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5020瑞荣数位电视 MHP 加值服务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5020瑞荣数位电视 MHP 加值服务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509李仁贵 N 台湾计划的蓝图与进度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509李仁贵 N 台湾计划的蓝图与进度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509李仁贵 N 台湾计划的蓝图与进度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516蔡俊荣数位有线电视技术发展与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516蔡俊荣数位有线电视技术发展与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606陈继业国际趋势 underscore 东亚地区数位电视发展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606陈继业国际趋势 underscore 东亚地区数位电视发展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530杨正明台湾趋势 underscore mobile TV 经验交流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530杨正明台湾趋势 underscore mobile TV 经验交流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523陈清和数位电影发展契机与挑战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523陈清和数位电影发展契机与挑战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新闻影音教学资料0313庄国仲 blog 与新闻网站经营观看影片。0320林玉慧媒体倡议观看影片。0501胡婉玲深度新闻报道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501胡婉玲深度新闻报道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501胡婉玲深度新闻报道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501胡婉玲深度新闻报道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4040南红数位电视新闻摄影一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4040南红数位电视新闻摄影一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4040南红数位电视新闻摄影一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410赵天卫数位电视新闻剪辑一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410赵天卫数位电视新闻剪辑一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410赵天卫数位电视新闻剪辑一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417赵天卫数位电视新闻剪辑二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417赵天卫数位电视新闻剪辑二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417赵天卫数位电视新闻剪辑二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327刘慧玲新闻个案讨论二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327刘慧玲新闻个案讨论
二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327刘慧玲新闻个案讨论二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508赖翔为新媒体写作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508赖翔为新媒体写作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508赖翔为新媒体写作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529罗志镇全球新闻新概念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529罗志镇全球新闻新概念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529罗志镇全球新闻新概念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529罗志镇全球新闻新概念 underscore 四观看影片。0605彭尚新全球新闻制作与编采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605彭尚新全球新闻制作与编采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605彭尚新全球新闻制作与编采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5220南红数位电视新闻摄影二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5220南红数位电视新闻摄影二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5220南红数位电视新闻摄影二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0624陈申清新闻个案讨论一 underscore 一观看影片。0624陈申清新闻个案讨论一 underscore 二观看影片。0624陈申清新闻个案讨论一 underscore 三观看影片。